叶，切一下蛋糕，意思一下，切一刀。生气啊，所以。切一刀，来。哦，切一下蛋糕。就你口气大。哦，好了，好，准备了，切五。好，我来。接下来我来切了。好，这边切。哎呀，蛋糕。是你真吃，给一下，给小哥哥帮你吃一下，对不对？长大一点再吃，对啊，不能给一下吗？不行啊，不行，开玩笑而已，我还想说再给一下。哎呀，再不报名就爆了，为什么？笑话问不了，没有的，我说他问说为什么？只能问一下而已。可以帮他涂涂在脸上，可以涂在脸上，让你帮忙舔他。来，那个，你们两个先吃。哇，好棒！谢谢，好吃的啦。那有没有说谢谢？谢谢，谢谢，小心啊，郭毅。不要多吃啊，加油啊！啊，坐着吃吗？都可以啊，站着也有问题。他这边果子那边这边有没有？可能喝热了，吃吃不了。可以，可以。哎，你刚好肚子疼啊！哎，你小心，下来的。可能的，我们把握的形容词都好的。妈妈超来气。哎呀，这叫宝贝啊。他想起了那个菜。
没有想拿给他，他就没有拿盘子啊，给那什么来。对，拿这个叉子。对啊，我们两个个性就不一样，吃东西的样子也有差，不一样，要稳纯净。来，吃一杯。哎，我吃啥？吃啥？吃水果，吃水果，吃水果。吃不下。我用余霞的电话。吃水果。哦，你们那边。好，我也不吃那个，我是自制的。然后帮我把那个余霞的山这个比较好吃。哪个？从那个坐着啊，来来来，坐着，坐着，坐着，你来坐着，你来坐着，对，你来坐着。他可以买一下去。他可以穿嘛？哎，果然还是这个鱼，真的真的。我跟你讲，多少人用？我们有的人用。你好，你发几个知道？因为我要吃牛奶。嗯。那今天他很配合，又不叫又不哭。这个很热闹啊！表现好一点。我喜欢吃奶。哎，你那天有吃冰淇淋吗？有啊，昨天也吃。你站到台湾去吗？不是啊。是个孩子。含着含着，然后就是没有，就是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这个。我来一个，直接用手拿吧。嗯。那两罐。那我觉得那饮料冰饮料不能喝，那饮料比冰淇淋好喝。对对对，那时候去逛街嘛，然后口渴啊，就是然后叫那个汉堡，然后有冰的饮料就很豪迈的喝啊，喝完那个回家那个就是对啊，是啊。就是这样子，他有偷吃冰淇淋，对呀，吃他的大，对呀，他想的冰淇淋比较还好一点，是吗？是怀孕的时候，这两天，对啊，但是都不能吃啊，不能不要碰。好了，我今天不吃，除非你还要再生下一胎，不要，最后一胎做。对呀，有重的冰淇淋，好重，很重，还有一个特点。好好好，你回去找他，你告诉他我报过你了，来帮我拍。到我来这个地方，感觉这个阳光，对对对，手机，对，吃的好，可以帮我拍，吃蛋糕了吗？难怪你怎么吃，你这两个儿子教的好，有中午刚吃，你教的好，很乖，可以，他坐旁边老老实实。叔叔，你坐。好，坐没关系。那里都空着，主席位置。好，你看，这是我来坐主席的。你看他们两个，你在干嘛？有东西吃。你在看我，你在看我。对，他乐乖，你很会看啊。是吧？一眼就乐乖了。看清楚。哎，你爸没盘子呀？你的盘子。肯定接不到。没有啊，包啊。你给我看看。对呀，这个刚刚回家睡觉，今天叫。对呀，我快睡了。是啊。本来演妈妈肚子应该是美美的，因为演比较像是啥？对，她个性。对，接着下来应该是美美的。真的啊。要不加个姑？连吃东西都要求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都那为什么变男生呢？嗯，一般上面那个让女生上面那个。真的吗？不他的脚是特别粗。那我你的意思就是我要把钢丝当女生养，然后我就会生女生这样。我觉得你再生一次啊，不要给他死，他就来了，对不对？拿一杯，你要吃到那什么？有龙眼，是龙眼，龙眼。这边有杯的话，应该也是。有，我拿不了，问他。哦，他们杯啊。龙姐，你为什么这样子嘞？为什么是我们第三个的话也是儿子？因为看了不一样啊。看了就像。啊，对，所以不能跟你们太熟。对啊，这样磁场太接近。对啊，太可怕了。本来我觉得陈老师应该生女儿，你让他。哎，那搞不好那女人就跑到我们这边来。哈哈哈哈哈！这回是男生呀，男生又是男生的，哎呀，也就是。我一个朋友也是啊，生完三胎，他生完八月份啊，三个都男生。就老婆说还想再生一个，她老婆说不要，我死心嘞。那如果再生一个男生的话，不臭死更是忍者龟吗？真的，生
爷爷奶奶高兴。一个班，一个班，男生。我们家已经六个人，连续六个男的，六个男的。我妹生两个，我生三个，我弟生一个。哇，好旺哦！那你有兄弟？你有妹姐姐或妹妹？妹妹啊，妹妹生两个啊。啊，对，你有妹妹啊？对，啊，那还好啊。可是我朋友那个生三个男的，那个他哥哥生三个女生，然后他自己生三个男生，为什么不能交换一下？交换一个。对啊。你说他家开餐厅的，吃肉就拿着。没有海鲜的。嗯，是的。吃肉的，吃海鲜的，就是三个，还重口味，就是我在我们家都是口味重口味的，哦、是不是？也是口味吃咸的，重口味。所以我应该吃素，但是现在不行。啊、哦，你们包括你赶快两年吃素，快点，三个月。那、啊、万一，但是万一到时候出来还是男生，那不就白费两年吃素吗？很痛苦啊。对呀、啊，我跟你说是这样的，中国人的传统。生男生不嫌多，生女的第二个他费劲了，头都晕了。会啊，我跟印度还有一个连生15个女的，对对对，那太大了，15个，压力太大了，而且都是你看他家的表小，他们简直压力大。他就为了生一个男的，最后让他生了一个，他还想再拼第二个，结果第二个还是女的。男生多，所以总共16个，生女生多一个了。16个还是15个？那个小孩很可怜。这赌注也太大了，为了一个男的就是。所以这不可以盖说他的啊。台湾不是很多妈妈都这样。他们其实不会怕。第七个女的，第八个男的。他的才追着的。就前面七个。台湾真的有生那么多吗？好，没有，这样不安全。我们，我们，你让他趴一下看。我们的那个上一代吗？就一定要生。他有凹纹。知道了没有啊？嗯。身体不都很好？调个方向，调到你身上。对啊。都是五官长的。爱吃肉的，一定是生男孩的。男生爱吃肉哈。男女都吃肉，一定生男孩。可是女生吃肉不是会变酸性体质？不要吃，可是因为有喂母奶，其实你也是要多吃肉嘛。对啊，因为吃肉，肉没有蛋白是男生决定的吧？生男生女是男生决定的。是上帝决定的。对，上帝决定的。对，上帝决定的。对对对对，这是对的。这个真的，你吃什么东西能解决男孩子？那不是，重要的是吃什么都没有用的。专吃牛肉，面就吃三个月。他直接生了三个女儿，把他给吓到了。那医生跟他说，你就吃了三个月牛肉，你看怎么？不要吃素的。结果真的。牛肉就是男生的。哦。太有意思。哎，打鼻号。有机会啊，有机会，吃素两年可以。是三个月就年纪太大了。那如果是他的痛苦，白费两年，会觉得很后悔。那再补回来就好了。我三场抱着小孩哭。你看你家仅生男孩子，没有男孩子没有开心好吗？对啊，是的，对不对？而且要是生三个长期吃肉，特别不过，哎呀，头晕倒了。重点是吃肉，不过像我小叔，他想要生老三是需要勇气的，因为我们家没有女孩。人都是这样，有了男的想女的，对啊，有了女的更想男的，有了男的他不一定生，下面那个生男生女他没有负担。你看在我在小太阳生第一个女生都开始坐月子没有安心的，愁眉苦脸啊，哎呀，等我下个再一个女的怎么办？要么再进来一个，11月16号，1月16号生的，哦、我吃手了，又生了两个女儿，这又是女儿，说好啊，她蓉姐我都不想来。哎呀，现在想想是公平了，没办法，什么世道太不公平。我一两个人在什么男的女的都给我带带，他的老天就是有些东西你就事与愿违。可是你三个女生比三个男生好带吧？怎么说？三个女生比三个男生，你老了你比较小。对啊。女儿是这样，但是人的思想传统不一样。是生女儿多，你老了就像老了，你很轻松。看到女儿有吃吃喝喝，有病女儿一定会去照顾。对啊。儿子跑了肥那么快。对。因为自己也不想，媳妇一喊，再跟他说，连他们两个吵架老了，算了，别影响他们。
但是以后就不会一定往家去看，这是肯定的。因为我告诉你，我一岁两个月我妈就死了，后来我爸一直不讨老婆，到了我14岁我爸也死了。他为什么？他再讨个后妈不会对你好，不要。因为我家7个孩子，3个女儿4个儿子，不就是跟着。所以我们家每个小孩都很孝顺，因为爸爸很厉害，他的榜样就是我们的榜样，所以我们也很孝顺的，就是这样的。因为他都一生的奉献给我们，好小哦，就会是这样啊。我们这个从小就教你们出去啊，上学好好读书，认真上，师傅要认真的，就像我们两个对师傅要好，人家这以前都是看到老人要尊重人家，就这样。小时候也他们以前给我们的教育就是这样，哎，对人就是要有什么你就让着人家，礼貌三先。还有刚刚因为你这是超人，你自然就会很安静下来了，静静的就拼命读书啊，想着自己家里面穷啊，好好读书，好好上进，你就赚到钱了，出人头地了，家里面就高兴了。爸爸也值得了。虽然以前我爸也死，人家在医院时还没死住院，哎呀，这老头你养的这一帮孩子真孝顺，我们都没有这，你的命好。他讲我爸命好，我爸讲我命好，我老爸死了我都不会累到这个程度，累出心脏病，太累了，心脏病。但是人家就很羡慕他，因为一有病人医院前前后后，哎呦，一家孩子没少赚，就他就感觉这辈子值得。好了，这个有人吗？没有。河北养女儿，然后高兴了。女儿女婿没少赚，媳妇还不会。啊，罗姐，那你爸爸真是伟大。伟大。真是伟大。真的伟大。天天就是上班下班回来，十大火车司机啊，请个保姆回来帮我们做饭。我们那以前在大陆还帮你们做饭，对啊，煮饭洗衣服啊，请人来啊。那他要当火车司机没办法。请个男的来帮我们做饭、洗衣服。火车还是火车？火车。火车。火车，铁路上的火车司机就很累啊。他要出去赚钱啊。那会不会好几天才回来？没有。他每天回来。每天。哦。这样才放心呢。还没在，保姆在家洗衣服、种菜。以前种过，一个人只有2两肉，种菜、养猪，种很多红薯。大的哥哥姐姐们回来下班啊，就要帮着种菜、浇菜啊、种水。菜吃，已经是发肉票了，在中国，没得吃的。没得这些吃，所以说很可怜。哎呀，小时候人家说我们哦。你们家这么多孩子怎么养的啊？叫我爸把我送去，因为我家后面就是部队，部队有个团长没有孩子生不出的，就跟我说郑叔叔你送你这个女儿给我们不要紧，我们不会亏待的。我爸说不行，生不出来就养个活人，我们有吃他就有吃，就是这样的。太饱，如果送给人家确实要部队的团长也是好日子，他舍不得。就请从老家里面，从老家请个叔叔来帮忙，睡觉就专门种菜、洗衣服，像我们小小送幼儿园去了，又送回来，送到点又回来，真的要长大了。那上七八岁、10岁，自己都会洗衣服啊，自己都来了，自我干自己，很小7岁都会了。在我记得里面记得7岁就自己吃完再擦啊。以前养7个儿女好像还可以的，现在以前铁路工资算高了，90块钱生活就很好了，还请个人养猪，一年养2个猪，杀杀猪就有油啊。大陆以前是买豆腐要票，买猪肉要票，一个月只供你2两猪肉，你不够吃了，这也开始，所以要自己养自己种。爸爸也，因为我爸爸上次去台湾，那是刚找到以后又来运动，就不敢认了。不然说你们有里通外国特务，不然他在台湾还可以接近一下我，后面再一死就找不到了，再也找不到了，找不到了。还我们还找到过，那是一搞运动就不敢来了，再后面再去找就找不到了。
台湾。什么时候死的肉算？以前不敢跟台湾来往的。哦。还是当国民党的兵，抓壮丁那时候抓了几岁了？那是你爸爸那年代太乱了。中国那时就是这样。对啊，太乱了。有个来李家，今天来个台湾的，前脚一走，后面小偷就来偷。前脚一走，后面就来偷光。对对，全都是这种。他偷也人会来的人。以前确实是台湾人来，带什么？送电视机、金戒指，那时候是，就是送这些。一进中国来，到广州就买了一家一个电视机送，就很风光了。完了，女生送个戒指给。我小静啊，小静开的群主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嗯，你把立伟那个旧的账号，旧的，不打码是哪一个？因为太多了，其实这个可以啊，挺好的。哦，你把这个开。喝牛奶。把它砍掉。可以，那个小朋友都留着。喝奶。旁边两个。没有没有，他有两个新的。旧的那个。很好了。好，这很好。讲话也是很好玩了。所以呢，三个是不多了，正合适。因为讲还小。三个正好，这叫做。三个。嗯，三个是正好，两个还不行。你看第三个出来，他不用管了，他们自己两个吵架，绝对又跟这个玩。之前有朋友儿子刚出生，一直想要跟他配对，后来才知道他是男生。哈哈哈哈哈！同所以还在台湾的时候出去聚餐，他就是之前在小太阳跟他刚跟他看起来很像，后来我才说，他是男的。你是不是想太期待你的，所以没有？因为我本来没有，我本来不知道他是误以为他是女的。哎，你们怀孕会不会第一胎跟第二胎的穿衣服颜色都不一样？对啊，你会不会太穿？就是穿粉红色啊，或者是什么？生三胎的女生都是第一胎来穿黑的，对，全部黑黑素素。第二胎他就来穿了两鞋子衣服红红的，就变了一个人。哎，我说怎么？我还问他。林芝，你怎么这次穿的怪怪的？他怎么个？他总结我告诉你，怀第一胎跟第二胎心情不一样。第二胎我就喜欢红的，连鞋子都红了，把我笑死。我说、哎、有这种说法？对呀、啊，我就觉得吃的东西会有差。穿衣服的时候，好像心情是不会有差。他讲，我就今天特别喜欢红的，连么穿个鞋都红。哎，而且他养猫。原来她老公就说。在美国读书，原来不是这种的。后面养了猫，走路像猫走路，真的，真的，有趣啊！啊，真的不知道，不知为什么呀？走路像了猫，这边晃这边晃，不走直的。哈哈老公就说：“哎，我想几个汤总觉得这不变了。”嗯，走路都开始这边晃这边晃这边，哎，我说林子这是怪，他养了猫，人都跟猫一样走，他真的在变，很奇怪，这么有趣啊，对呀，很怪，讲话的声音都像猫叫，哎，真的，声音就是那么的，因为跟他相处太近，反正我怪了，我就想说第二天是怪了，我就问，我说。那个叫美丽，叶美丽，你能知道？你老婆这次来好奇怪，他总觉得说奇怪。我说走路也不一样，穿衣服，哎，他总觉得好最观察，他就是养了猫。哎，我说你看来我看了走路是，我说就是这边走，这边走，喂，这边晃，这边晃，讲话呀，像猫那种。然后叫什么喵，什么喵，这种声音，他讲话也是声音细细那种小。他们变了，那你们没有？我觉得真奇怪，真的有点想。都是觉得饿的时候，就路边有什么就吃。因为他们两个也都会睡，所以我要你们怀是不是每个不一样？其实他们蛮挑的，颜色不会。那会不会就不吃？吃东西是会不一样。你说如果妈妈心情好，小孩子，你说妈妈在怀孕过程长期笑啊，小孩子会聪明，比较好带，对不对？就是你面对人的怎么说的呀？就是比较爱笑。小孩胎教是没有的，没有啊，没有胎教，是妈妈的心情影响的，他在你的动作，你的不愉快。但是胎教他现在大脑他其实是在成长，全在睡，没有影响他的什么的，没有胎教。因为我看了英国的杂志，医学杂志，就说人家讲妈妈
有胎教给他听音乐，其实不是，是给妈妈心情音乐，比较那个。主要小孩遗传基因，像这种男孩的聪明不聪明，接妈妈的，70%在妈妈脑袋上。对，啊，不是这医学就是这样，人家就是接着妈妈。所以男生如果有文化，他找老婆一定是要聪明点，他觉得基因就会像小太阳有个叫雪娥他们那一批。不知道你认吗？他们会经常去，还小孩这么矮，生了两个一男一女的，他还要生，我就劝他别生了。为什么不要生？你的基因不好。为什么你穿出来脚这么短，那个大腿？你说整到哪去？两个就1.4米，一个爸爸1.54米，妈妈1.4米，生出来孩子都这么小，他那个脚不长啊，下次这么短短了，一定你明天害了他，找老公都难找。他为啥本来说不结婚了？40岁，他说我挣了钱，我妈妈拿去让我哥用，他让我太划不来，我赶紧要找个老公嫁掉，管他好也不好。黄姐，有些人就喜欢矮一点的，不喜欢太高的。不行了，你的基因遗传不成了。你看了我们这么一点，男生讨老婆难，女生嫁也不好嫁。这么短的脚，小姐要是有一点点，他会长大，长不了多少。不要，你会有你的家。他长大，基因很重要的。你看现在爱群的发来，他就比人家小一截，没办法。他弟弟稍微好一点，在这种男生女生不一样。儿子来生都住下，女生来生没有，哎，弟弟就长得比较快一点，后面在这待了久了，是吧？那我说一点感言啦，啊，什么 ？On air， on air， 啊，哈哈哈哈哈，好，好，立刻吧，拜拜。拜拜，你们也去看多？我不去了，不去了。我们要整理东西了，对。没有，而且去就很犹豫啊。这个留着，看着就想买，再去吃。对啊，你们都要把它带走去吃，我这里没人吃了，他们会吃。没有，哎，太多甜食了。啊？没有没有，电话帮卸了另外一条，我睡起来卸了，然后可以开车啊。可是我们没有卡进不去啊。有有，那个刚那个妈妈给我，放在墙里的呀。那个塑料袋装个冰冰嘛。进去啊。等你买了漂泊水回来，就把漂泊东西就下面留下来。当那个放，主要放在那个垃圾桶来的。好好好好。丢了去了。好。我在我的垃圾桶。我要把它装好来，一省一把它吃掉，好不好？靠你们了，没事送人家去。红姐，你这样太什么歌？他们会吃，他们吃。待会放了，那给带过去。给两个小孩子，我来，好，你先。